这条命本来就是你给的，今天我把它还给你，我们此生两清了。！杨叔父，师兄。 你们还不是只会用毒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？小王爷，各位在江湖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，今日交手未逢胜负，不如我们再约个时间，到时我们再好好的较量较量。那再好不过，怎么个说法？大年之后，八月中秋，嘉兴南湖醉仙楼，咱们一边赏月。 一边切磋武艺怎样？你们敢来吗？有何不敢的？好，到时我们全真七子一定准时赴约。在我们江南七怪的地头上，你们得多叫点人，别到时候说我们欺负你们。好，一言为定。 这十几年是如何过来的？我爹这十几年带着我东奔西走，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喊去过石田半个月。他说要找一位姓郭的大哥，可大哥，你们教出来的徒弟侠义为怀，不像兵刀。
站住！滚出去！师父，请你允许我为我娘上一炷香。你这个认贼作父、欺师灭祖的阴人小王爷，你有何脸面给忠烈之后的杨氏夫妇上香？ 静儿，快放手！邱道长，您消消气。他做了太多的坏事。他就算再坏，也是杨叔父的唯一血脉。好，我今天不杀他。 姓杨，我姓了18年的完颜，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杨铁心是我爹。现在告诉我，姓杨是汉人。 我希望你能姓杨，但是我不劝你。那你来干嘛？笑话吗？取笑吗？我闻言不，我杨，我姓杨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。你不必纠结。我们杨家祖上忠烈，我义父杨铁心也是顶天立地、敢爱敢恨的男子汉。你这一点挫折都受不了的模样，哪有半分杨家的骨血？
你追到陈律，就为了羞辱我一番吗？你做到满意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你若是不希望我陪你，你就早点回去吧。这雪会越下越大，你会着凉的。我就是替爹娘来看看你，他们一定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各位师父，如今你杨叔叔的后事已经料理完，今日我们找你来是要和你商议一件事。何事啊？你杨叔叔临终前希望你和穆姑娘成亲，你可记得？我记得，但我不能娶她。这可是你父亲和你杨叔叔的遗愿，难道你要违背先人的遗愿吗？这也不怪静儿，我们在大漠时，钟南山来信说，杨大爷的后嗣是男儿，指腹为婚之约作罢了，因此静儿在大漠已定了亲了，蒙古族大汗成吉思汗已封了他金刀驸马。没想到你贪慕富贵，忘本负义，你和王阳康那小子又有甚分别？我也不娶华筝公主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把她当妹子，是好朋友，才不要她当妻子。好孩子，有骨气，有志气，咱不管她什么大汉不大汉，公主不公主的，你就以你杨叔叔的遗愿与穆姑娘结亲。我不能娶穆姑娘。静儿，你告诉师父，你可否另有意中人了？是谁啊？静儿，快告诉师父，是哪家姑娘？今儿快说，是谁？是蓉儿。蓉儿？哪个蓉儿？是黄蓉。是那日在王府穿白衫子的小姑娘？嗯，就是她。是救走梅超风那个女娃？静儿，当日你拦我杀梅超风，可是因为她。我可听梅超风唤她做小师妹，又叫她爹爹做师父。那不就是黄老邪的女儿吗？对啊，你想娶黄老邪的女儿？我没见过她爹爹，也不知道她爹爹是谁。那你们是私定终身呐？这倒没说过。我只知道我的心里不能没有蓉儿，蓉儿也不能没有我，我们都知道的。静儿，她爹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。如果让他知道你跟他女儿偷偷的相好，你还有命吗？梅超风学不到他十分之一的功夫，已经这般厉害了，他要是杀你时，谁救得了你？蓉儿这般好，他爹爹不会那么恶。你胡说！黄老邪恶尽恶绝，怎不会是恶人？你快发誓，你说永远不再和这个小妖女见面。快说，不再见这个小妖女。静儿，快答应师父。静儿，快说呀。静儿，快。你是真心待我啊？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不管我是丑八怪还是好看，你都会一如既往的对我好。那是当然。师父，
弟子做不到。怎么，除了闯荡一番，敢顶撞师父了？大哥，大哥，消消气，静儿，别气你大师父了，快点。静儿，来吧，听话，别惹几位师父生气啊。静儿，你说不说？谁？你们干嘛这般逼他？真不害臊！静哥哥，你快出来啊！蓉儿，静哥哥，静儿，蓉儿，这些是我的师傅们。我听见他们逼你，我就生气。你这个小妖女！师傅，蓉儿不是妖女。我说是就是。那是因为你瞎。你当然分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妖女了。你这个妖女，对吧？哎，我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骂人没点别的词啊？还有你，胡说八道的鬼秀才，干嘛这么骂我爹爹？说他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。我不和你这女娲计较。不要无礼，他们都是我的师父。好了，我不骂他们了。金哥哥，你过来，我有悄悄话要告诉你。不准过去。靖哥哥，你过来嘛！不准你过去！靖哥哥，静儿，靖哥哥，静儿，靖哥哥，你过来嘛！静儿，静儿，蓉儿，咱们这是去哪里啊？离开这里，咱们远走高飞。啊！那我师父他们一定会生气的。那你就不怕我生气啊？啊！相约朝是。长冬秋鸳鸯，山水相逢，狭路前往。是的。妆浮华皆虚晃，恩怨都斩断，只留下哥哥。刚才你师父们让你娶穆姑娘，娶那蒙古族公主，你为什么不愿意？是他们不够好吗？他们很好，但我不能娶。为什么？那穆姑娘也是个美貌如花的美娇娘，你就算不选她，你也还能做金刀驸马，荣华富贵享受不尽。蓉儿，我刚刚在我师父们面前说的话，便是我的真心话。我只是想……只想什么？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心里再容不下别人了。我也是。牵着你的手，去跟我的六位师父和马道长他们说，蓉儿可不是小妖女，她是很好很好，很好很好的。除了很好很好呢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很好很好的，蓉儿，没有人比你更好了。你师父他们恨死我了，你多说也无用，别回去了。我和你到深山里，到海岛上，到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过一辈子。可是我们也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他们一定会生生拆散咱们的。回去了，以后咱俩就见不到了。不会的，蓉儿，我就是死，也不会和你分开。好，咱俩死也不分开。有靖哥哥这番话，你师父们再凶，我也不怕。那蓉儿，一会儿咱们先回去找师傅们，我去跟穆姑娘说清楚，便回大漠求大汗退婚。好，我都听靖哥哥的。
师父，师父，我师父们定是生我的气离开了。靖哥哥，你别慌，你忘了，你师父们约了完颜洪烈那狗贼半年后在嘉兴的醉仙楼一聚，到时候我们可以去那里找他们，说上两句好听的话，肯定就不生气了。也只能这样。西湖边上的格林，乃净石葛洪炼丹的道家圣地。18年前，我因戾气太重，被大师兄马玉罚到此处研读道藏，修身养性，却忽闻噩耗。师父，出事了！郭小天让点心两位好兄弟好心请我喝酒，却因我而家破人亡。那个狗官在哪儿？一路追寻，终于得知恶贼段天德带着煞有声音的郭家人士藏在这法华寺中。住手！裘道长，就算你想在江南立威，也不用扰了佛门清净了。好个清净之地，出家人就可以将贫道兄弟的遗孀藏在这寺庙之中吗？血口喷人，辱我寺清誉，你可敢让贫道到你寺里搜人一搜？你若不交出人来，一把火烧了你这法华寺。道长仗着一身的功夫贪慕虚荣，投靠金人，追杀我大宋羌领之子，我法华寺上下岂能容你得逞？他忠良的性命去金人面前欺功。丘处机，我江南七怪岂容你在此放肆？事后我才知道，那段天德恶人先告状，向焦木大师和江南七侠污蔑我，这才引起了这一场误会，让我与江南七侠拼的是两败俱伤。放开我！快走！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？快走！快走！邱道长，我是郭小天之妻，道长救我！老实点，小心你肚子里的孩子。还真是女子，法华寺竟然真藏了女子。完了，这下我们江南七怪也变成江南七恶了。江湖上叫我们是七个大傻子也不为过。焦木，你识人不明，你害死我们了。该死的臭道士，算你厉害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躲着你总成了吧？在下先走了，走。
池，你这样又是何必呢？啊，听话，你放开！段大人，不能啊！老师，你要这样，可就别怪我对不住你了。我捅人可是很疼的。起开！快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快走！你走这么多年，就不怕有报应吗？快走！道长，邱道长，今日之事，实在是我们对不住你。也是贫道一时大意，才让那个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你说这事儿怎么了？你画个道吧。今日之事，实乃我们双方的奇耻大辱。若不救回郭阳两家的遗孀，我等还有何面目再行走江湖？所言极是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如今两位夫人被奸人带走，不如我们分头营救。我们今日见过郭家李氏，郭夫人的声音我是不会忘记的。这样，我们去寻郭夫人。好，那贫道便去寻杨家包氏。那咱们比谁先救到人，谁算赢吗？咱们先分头救人，待两位夫人产下腹中孩子，咱们把本事都交给他。18年后，咱们带着关联两家的孩子，再来在醉仙楼比试如何？这赌约，我们应下了。各位大侠，分别在即。咱们双方18年前的比武之约，今日也当做个了断。正好，我也请贫道的两位师兄弟来做个见证，可好？正有此意。此番若非各位仗义相救，我师兄弟三人怕是性命不保。你们的徒弟郭靖，这孩子不仅武艺出众，更难得的是侠肝义胆，铁骨铮铮啊。是啊，此番多亏靖儿为我寻来解药。反观我的孽徒杨康，人品恶劣，贪慕名利，是万万不及郭靖呢。这18年前，咱们醉仙楼的比武之约，贫道啊，甘拜下风。道长客气了。说起教徒弟啊，我们也没强到哪儿去。郭靖这臭小子，他竟然为了桃花岛那小妖女，竟敢忤逆师父，自顾自私奔了。哎呦，大哥哎，你怎么还对这事儿耿耿于怀啊？何大侠，你就放心吧。我看静儿老实忠厚，对师父和长辈们过于言听计从，反而显得没有了主见。如今他这一番主动的选择，未尝不是好事啊。哎，大哥，我觉得马道长说的对，咱们对静儿是有些苛刻了。诸位，据贫道的观察，我觉得黄蓉对静儿不错。哎，那女娃啊是真心喜欢我们家静儿，而我们家静儿为了她呀，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女孩喽。那要恭喜各位啊，你们的徒弟啊，那就算是正式出师了。你们这么说，那这一次就随他吧。哎，这就对了啊。小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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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算找着您了，快跟我们回去吧，王爷可担心死了。小王爷，是啊，小王爷，是什么小王爷？没跟着我。小王爷，小王爷，王爷，是小王爷。天宝寡妇，看看皮毛。
吃得惯吗？以前没这样吃过，现在觉得还不错。爹爹说，以前娘也经常给他做这样的面条。我娘这十八年盼的便是这样的日子，我是真的不明白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做王妃还是回牛家村？我会回牛家村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想来中都这样的地方。这是我爹爹的铁枪，留给你做个纪念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想找，总能找到。你要回去嫁给郭靖吗？我不嫁。爹不是临死前把你许给了郭靖？他不会娶我的，我也不会嫁给他的。为什么？他有喜欢的人了，再说爹爹之前已经把我许给别人了。是许给了那个纨绔的金人小王爷吧？不是现在这个欺师灭祖认贼作父，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废人。我不认识什么金人小王爷，我只认识一个身世不幸、背负着血海深仇的杨康。爹爹之前正是把我许给了他。我没爹没娘，你别抛弃我。许已经换作桃源，奔往更遥远的深渊，妄想又着了你成见。不，不能这样。我虽是漂泊江湖的贫家女子，但绝不是什么低三下四、不知自爱之人。你若真心爱我，定当敬我、重我，那样的话，我也绝无别念。就算是钢刀架颈，我也跟定了你。将来若有洞房花烛之时，定能如你所愿。但是今日若你想轻薄于我，有死而已。妹子，你别生气，刚刚是我不好。我在临安府牛家村我义父的故居等你，随你什么时候央媒前来。等我处理完眼前的事，一定尽快前来亲迎。此生此世绝不相负。蓉儿，你为什么买这么多的东西啊？我自小在桃花岛长大，很少见到这些玩意儿，而且难得出来一趟，又有靖哥哥陪着，当然玩个够。那你以后喜欢什么我都给你买。好啊，那我不仅要你给我买，我还要你陪我玩。那当然了。靖哥哥，你玩过蹴鞠吗？那是高俅玩的东西，我祖上是梁山好汉郭圣公，我不碰你。高俅人换到这蹴鞠就换吗？我偏要让你陪我玩。哎，
前辈，没事吧？要你服啊！两个小娃娃在这玩什么呢？玩蹴鞠呢？吵到老叫花睡觉了，到那边玩去。这棵树是你栽的吗？凭什么允许你在这儿睡觉，却不允许我们蹴鞠？那么刁蛮。蓉儿，是我们不对，我们走吧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比蹴鞠，谁赢了，这棵树就归谁。行啊，来，怎么算赢？把你那破杆子插地上，谁踢中谁赢。行。先来吧，还是前辈先吧。你先。你说什么？你先，四海江湖飘。思相依，凭栏长啸。星月照大火，长弓射鸳鸯。山水相逢，狭路前往。是大人我闯，浮华皆虚晃，恩怨都斩断。下金银刀光，莫怕莫惊慌，一江湖一时狂，一心做梦中可怎知，醒来是天涯梦。大道且酣畅，天之路泱泱，千秋梦万丈。少年何为英雄所向，或初心不忘，或迷尘无慌。大道且酣畅，天之路泱泱，世间人万丈，纷纷扬扬。谁能知何为胸所想，尽一心寻芳，才知晓功过对错都不带纠缠。从今